我看你们小朋友今天全穿这个衣服，小男孩穿的裤子，小女孩穿的裙子，上衣都是一样的吗？这叫元服。他不是的。你跟秋实好还是跟九宝好？秋实啊。秋实啊。那九宝、秋实、糯米谁最好？秋实。哎呀妈，这家真钟爱秋实。这样设计。这样。不是。我看你，我看你就这样，是不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这看我瘦点。吃饭时不讲话，安安静静来坐下，一口米饭一口菜，再喝一口汤，细细嚼慢慢咽，安安静静把茶用，把泥沙嘟嘟嘟，哈哈哈哈，baby， 沙嘟嘟嘟嘟嘟嘟，沙嘟嘟嘟嘟嘟嘟，沙嘟嘟嘟嘟 ，baby， 沙。妈咪沙嘟嘟嘟，忘了忘生日。那你回来你也没教我呀。奶奶吃饭，妈妈吃饭。好吧。奶奶吃饺子。谢谢。红色。行，谢谢。